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大早时新闻》，我是苏新闻。今日是十一月九号，旧历十月十三。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到英国这两天落大雨造成水灾，当地发布超过150起的饮水警告。到目前为止，传出有一名妇人被大水冲走，不幸死亡。对空拍的画面，会当看到整个城市泡在水里面，原本的马路也已经变成水路。英国中部地区大雨成灾，部分的地区呢，对七号暗时开始，24点钟内竟然落了过去几个月的雨，雨量上届最所在甚至来到112毫米。当地主要的河川顿河水位也打破纪录，来到6.3公尺，加重了饮水灾情。当地消防单位接到差不多1200通的求救电话。其他的新闻来看到，主席菲律宾峰会从11月8号度过了25周年，但是就伫6年前的同一天，其实是海燕洪灾焚烧菲律宾的日子。主席人伫这片受伤的土地唔捌离开。主席全球志工总督导黄思贤嘛代表正岩上林感恩菲律宾志工25年来爱付出。6年前的11月8号是菲律宾人伤痛的一天。其实海燕啊，也是6年前的今天，正好今天是11月8号，也是发生这个大灾难的时候。经过2000多的日子，当众人已经袂记得这个惊世伤痛，菲律宾主宰人的爱也搁留伫当地。今天 CNN 特别采访的 Julie 师姐他们呢讲了一句话，就说其实海燕过后，很多人都走了，现在只有慈济人还在，所以这个就是上人的精神，我们走到最前。留到最后，就是一种恒心，就是一种毅力。2019年11月8号是主席菲律宾峰会25周年。在一连串温馨庆祝活动中，上届有看头的是这场新年响宴，由证书证社德少法师恭读上人的祝福批。接过上人的祝福批，主席全球志工总督导黄思贤也代表全球主席人献上祝福，也有了期待。非常感恩菲律宾的家人哈，25年来也是兢兢业业的在经营我们的置业，当然也是一个期许，希望有更多的25年永远永远的，我们把上人的慈悲跟智慧落实在这一个土地上面。菲律宾虽然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但主席将佛陀的慈悲精神深深落实四分之一的世纪，期待后一个25年会当做了更加好，互爱的光线照光更加侪黑暗的角落。台新闻欧君平、陈立伟，菲律宾报道。另外，在马尼拉，今年26岁麦克4年前被人打到伤，结果后叶面上啊是生了一粒12公分的肿瘤。在6月份的时阵来到台湾接受手术，跨团队治疗19点钟顺利切除肿瘤。在休养过后，马在最近回去到菲律宾，完完这段跨国的医疗之爱。5个月无看见，一到马尼拉机场，送上深深的拥抱。麦克挂起面上12公分的肿瘤，要展开全新的人生。Alam ko hanap buhay niya ay yung gumawa siya ng barbecue. Eh ngayon pagbalik niya sabi niya hindi na daw niya dahil marami siyang natutunan sa Taiwan na huwag pumatay ng hayop. 一场急诊是重生的契机。原本桌面的肿瘤比拳头母还搁较大，在仁医会协助之下，今年6月到台湾求诊。主治医疗团队跨科别，19点钟的接力手术了后，麦克终于改头换面。Number one，一路行来，真侪贵人相助，伊嘛将感谢化为文字。来来来，搞得搞搞得要好。来来来，我是在啥？菲律宾啊。是安德，等等是安德，
大家嘛无论得分啊。受到太多的爱，现在伊要向过去因为贩毒而自家的家己讲一声再见。Po ang gusto ko sa kanyang makita magbago, sana magbalikan. Hangad ko talaga magbalikan sila ng asawa na kasi niya kasi may anak sila. Ay 接力一棒接过一棒，等来厝的路上有志刚的陪伴，重新得到新生了后，等来到家庭的伊要做亲人上个安稳的瓦壳。台新闻乔纳斯亚伯汉、珍妮菲律宾报道。在广东广州的侯小英看到社区还有商店的门口，每天都有很多纸皮弹出来，让他很不忍心。所以对去年开始，他就在社区里面推动环保。刚开始厝边头尾是真无谅解，但是时间一久，大家拢了解到这是在做好事，纷纷响应，也带动了他的子女成为负责人。在侯小英的眼里，回收的资源不只是黄金，更会当化为爱心。天色已经暗，别人休困，伊无休困，一年来团遍大街小巷。Hello， 老板娘，晚上好。好，阿姨。今天有没有王金吉啊？有啊。在哪里？在门外。好，谢谢，感恩你哦。我知道他这里有的王金是留给我，别人不会拿走。是的，反正我这边的都是留给你的。他的爱心真的满满。我第一次我很感动来收他，他问我你是不是小英啊？我说是啊。哎，你怎么知道是小英？他就知道是阿娃，阿娃就是阿娃家，就一个传一个。他是白天带着小孩，然后晚上的话过来11点多，已经很晚了。有时候我看到他坐在我那个桌子凳子上面，都会这样拖着那个下巴，看到他的样子是很困的。但是他也坚持下来，每天都坚持过来。这个可以绑的，这个。环保志工无分日暝。我们这帮人都被他震撼了，因为你说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那是。很多人都做得到，但是持续性的、风雨无阻的这种献爱心、去帮助别人的这种精神，的确是很能感染人。最开始之前啊，是邻居们有很多不理解，甚至也被投诉过，就是因为妈妈每天都擦着厚厚的磁性面霜，然后每天都说很多好话，慢慢的邻居们理解，甚至还有邻居。他们就现在就已经自动自觉地把分类好的物资拿下来给我们。刚开始啊，我们作为子女其实也会有不舍，也会有担心啊。爱护自己，做自己，长长久久才是对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棒的，人生也是短暂的，你过了一秒就没有一秒，所以要懂得把握当下。孩子们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好自己，所以我要度无量众生。人人是奇迹人，人人都是环保菩萨。何小英，每天发好愿，愈老愈精彩。大新闻，齐海东、周旭辉，广东报道。2017年，艾玛飓风横扫河属圣马丁。当时主持志工朱世芳主动将家己厝内底特别胖摕出来发放，嘛招在地志工做伙来行动。其中三个人最后嘛决定要家己组织一个大家庭。在今年的恩师会上，朱世芳就带着因三个人做伙转来到台湾受精。你不孤单，你穿着这些衣服，远远的台湾，远远的全球，永远支持。不管相隔有多远，在菩萨道上都是家人。海外志工回来到台湾参加恩师会，专心一致，就算说语言都不相同，也有同样的感动。2017年，艾玛飓风横扫河属圣马丁，摧毁90%以上的厝。主持志工朱世芳无顾着家己的损失，和家人马上展开救助发放。除了家己得病胖以外，也有台湾组织运来大米，同时也招当地志工做伙参加。就很感恩了，因为十几年有奇迹在，就自己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如果有什么事的时候，奇迹就是我们的后盾，
所以我就没有放弃过。We continue to gather rice from Taiwan, the love rice, where we have in Sumat a lot of people in need, and they really make use from that. 今世灾难会有今世感悟，朱西方的行动感动了真侪在地人。詹加、梅林、希尔达，拢伫个参加发放以后，决定要家己组织，服务到现在。即届主席方带着三个人做伙来台受证，真有意义。What we are doing in Chuchi to bring awareness and also to help people, teach them that they not only have to receive, but also they can give something back. Oyendo todo esto, digo, Chuchi para mí es infinito. Llega a todos los lugares del mundo por cualquiera de las puertas que sea. 一场风灾牵起和主席的缘分，害我志刚和爱和神的种子，也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台新闻隋玉婵、柯信智代表报道。2019年，主席海外培训委员朱成精神演习会，昨是第三天。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志工，做伙用恭敬的心来精进学习，其中嘛有未少的负重之负是放下身段来付出。虔诚唱诵，用庄严恭敬的心礼拜。海外志工参与演习会，用心学习礼拜仪轨。I've definitely brought out from this whole retreat that.We should all have a big heart. We should all notice our similarities and work together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掌声当中上台分享心路历程，丹斯里林伟才以及丹斯里陈志远，拢是马来西亚的戏剧家。伫个林伟才带领之下，陈志远嘛发心立愿，做伙跟随上人的脚步，成为朱姐志工，带领企业食素做环保，也佫亲自为槟城水灾募款，谦卑为大众付出。You know, I have so much respect for Sang Ren. You know, I have so much respect for her. I have always said she's like a living goddess. Mm-hmm. So I want to be part of this organization. I believe that after becoming a commissioner, I can contribute more to Shi Ji and contribute to mankind, to many people.你是这样子的话，师傅用心锻炼，今是会第三天，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志工，在庄严的氛围之下，静心练习。台新闻隋玉婵、柯信智台北报道。继续就带你来熟悉咱头拄仔所看到的丹斯里陈志远，伊是马来西亚成功集团的创办人，因为颁奖后敬仰上人，熟悉了组织这个团体，马来倒立组成，也佮带动员工做环保，希望用家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对正阳法师无私付出的精神感到敬佩。2019年，成功集团创办人丹斯里陈志远特别颁发年度领袖奖给正阳法师。Master Cheng Yan herself is a goddess, is immortal for what she has achieved, inspires so many people to follow her, give up so much of their precious time to volunteer to help people in need. 过当年，前往台湾花莲拜会正言法师，陈志远马上发愿接受。好弟子哦。对什么拢无，到底上界有一片天。在美国、英国、香港等地拢有产业。陈志远常常在公开场所口讲接受。Now that I'm a vegetarian, I've also encouraged people to be vegetarian. 虽然在上界化水会简单，2018年开始投身组织参加志工建设培训。大头家放下身段参加街头募款。对外募心，对内鼓励公司员工响应环保，带动企业良性气氛。不时卖半时间参加国内外慈善奉事和发放，做一个负重之负的人。朱在路苏都静。陈志远专程回来精神做汤亲手烘胎。I want to cook for master and also my mother is here to cook for both of them. Both my mother. One is my maternal mother, the other one is spiritual mother. 将正言法师当作是慧命的母亲，陈志远回来到台湾受证，胸坎前佛心书记是菩萨道上的坚持。台新闻马来西亚报道。
蔡总理岁月行校长来到新店静思堂，和北区族亲的族祭人进行温馨座谈。族祭路行了三四十年，发热心，发热行。虽然不少人渐渐啊变老，也有病痛，但是坚定向佛的心唔捌改变。经过历届动土，华人族祭病院总算在1986年八月份开业。每一块砖瓦取得拢真无简单。上年当地的欠钱要起病院的时阵，我给咱倒4000万。这么伟大的一位师傅，安尼要来起病院，啊，我都拢欠欠欠哦，欠5万，就赶紧来把圣师姐讲，我有欠5万啦。师傅看了以后，他说不认识我，他考虑了也差不多半年才来用。早年想要在东部起病院非常的困难，为了要让更多人了解，1983年大护法李清波翁阿婆两个人将在台北吉林路上100外平空间捐作建议筹备处。过当年原住址成立组织台北分会，就在这段期间接引了真多善男善女，甚至是医疗建筑人才。到吉林路呢，已经都满了，我说让我看一下师傅。那当时我看到师傅的时候，好像去有点点到同款。我记得那天上人讲《药师经》，刚好讲到一段，就是说，佛陀为了救人，头目脑髓悉施于人，何况身边的财物。我听到上人在讲这一段，我忽然开窍。感恩。30年的时间过去，不少人乌头鬃变白头鬃，一念向佛的心也是坚定。真有幸啊，一世人菩法花的路，开发花的道，现在讲发花的法。每一次我家己咧讲，讲，好、哦，这毋是过去行过的路吗？恁是替师父开路、铺路、开道的人，唔通放弃家己的每一天，唔通真老啦。做这爱国法官行，我继续讲行。刀干化疗，心心念念也是伫个组织。组织路35年，水电的专长，会当讲大小场合拢有黄金秀的身影。今年6月份，昏倒送医，意外检查得到胃癌，手术切除。昏上的时候，除技术我还昏倒还没有做好，所以我要继续的做下去。我每天都发愿哈，追随上人，行菩萨道，生生世世啊。所以大家今年好起来，好吧？所以我更加好起来。走入佛法，专心奉献，对少年到老辈，每一位拢是后辈典范。台新闻肖志杰、徐英豪代表报道。6:48来关心天气，今日受到东北季风，还佫有日头还袂出来进前，会出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各地早晚会较凉，中南部日夜温差大。今日上低温是伫新北市的双溪，6点的时阵只有19.3度，另外水汽明显减少，转为大冷，只有伫个东半部有机会落一点啊短暂雨。不过这东北风也是较强，沿海伫个注意着风景，伫个海边活动，也有海上作业嘛要注意安全。空气品质方面，伫个高雄也有屏东局部地区，酷暑的条件可能较无好，所以会来到红色警示等级。代表对所有族群健康拢有影响，出门嘴炎挂起来，保护家己的呼吸道。继续来关心详细温度预测。当时立冬中医的观点是可以吃一些补品，所以在台中组织病院就准备了补汤，为医护同仁还有志工来暖心补气。不过中医师就提醒，进补要看体质，太过燥热就不适合。厨房内底真热闹，大补汤的食材真免惊，
好料的全部放入去，少不了杏鲍菇哈，然后莲子、素丸增加香气，然后呢，最重要我们有吃面线，要谈长情说大爱。为了迎接冬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冬，院长做大厨帮大家开一碗热腾腾的大补汤。我们这个料是绝对很扎实的，然后再把中医的一些养生的东西啊再加进去，这样子，所以一定可口，以外又更加重视着那一份对身体的调理。感谢辛苦的医护同仁跟煮者志工，啉一嘴汤，胃暖心也暖，非常好吃，很香。很感恩，不过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更好，志工做得更顺利。但是中医师提醒，进补爱看体质，一般的十全大补汤适合虚寒体质，燥热体质有可能愈补愈害。便秘啊、上火啊，或是情绪很烦躁的话呢，建议可以用一些其他凉补的药材，比如说沙参、玉竹、麦门冬。我们补汤里面加很多中药，对身体健康也很好。寿喜的民众，会用在这时阵加吃一寡豆类蛋白质，参像是毛豆、鹰嘴豆，也就是豆腐、豆干，身体才有抵抗力。台新闻将军李月伟台中报道。继续来关心这个问题，过去传出有业者用过期也是歹去的卵拿来做药卵，危害到消费者的健康。现在食药署制定了新的规范，只可以使用外壳也是卵膜完整的鸡卵，而且在外包装也要注明杀菌的状况。不少人早顿都会吃卵，但是药卵买来敢有卫生？食药署制定了新的规定，针对杀菌液氮，我们要求不得检出沙门氏菌。针对这个未杀菌的液氮，然后参考国际间的规范，订定了一个生菌数的限量，就是每公克不得超过十的六次方 CFU。若是无煮好熟，又搁食落去，可能会有健康的问题。新的药卵卫生标准直接明定业者袂当使用流出卵液的破壳卵。那是卵壳有必损，卵膜嘛必须要完整，而且无过着垃圾。包装顶端也该注明杀菌，也是无杀菌。违规相关会当开罚300万。违反规定的话，我们会先给业者限期改正的机会，给他一段时间去做一些相关卫生安全制程的改进。那如果还是发现不符相关规定，那就是可以依照食安法来开罚。那是买山庄的卵，使用之前最好洗好清洗，也是直接经洗酸卵，最重要也是要特地煮好熟。台新闻肖志杰、徐英豪台北报道。中华社头的芭乐三龙是全台湾最多，品质也很好，所以让很多人目空吃，菜拉都会趁暗时没人看过的时候来投办，所以警方就体贴农民的辛苦，今年加强巡逻，希望可以阻挡菜拉上门。警察暗暝出动，要去的所在是芭乐园。哎，小沈，哎呀，你阿在巡你的芭乐园了？对吧，对吧？哎，今摆从芭乐园开始就提灯咯，也还阁查了个人头发芭乐园。警方暗时巡芭乐园，日时嘛继续，因为中华社头的芭乐是全台湾产量上界大，品质介绍拢真好。今仔要一斤啦，嘿，差不多要一斤。哦，一斤才30块啦，差不多。袂歹啦，种芭乐较辛苦吼，啊计小好，大家嘛拢会惊迄个贼仔吼来挽啦。当年芭乐大出的季节，石头山地常常发生偷挽芭乐的案件，尤其是伫个平感花进前，常常有参加比赛芭乐互人偷摕去的事件发生，农民损失惨重。警方今年扩大防范，结合一些社区的巡守队，然后还有我们编排一些便衣的警力。然后以及在农田的周遭有设置一些隐藏式的摄影机。咱这警察当然呢，当然起来呢，对咱这维护吼，咱这芭乐农这个安全呢，而且我嘛代表咱所有这农友呢，甲咱所有这警察同仁呢，说一下多谢。警察甲人民是一家伙啊，人民保姆来关怀在地，保护农民辛苦栽种的心血。大爱新闻中华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东区老人之家为了要配合政府长照2.0的政策，也有前瞻计划，将成立了二十中心，举行街牌典礼。未来会提供花莲市新城乡、吉安乡的社区民众有一个完善的照护服务。揭牌！东区老人之家的日间照护中心正式开幕，让民众在熟悉社区得到更加舒适的服务。
家庭照顾者的压力以及负担也能缓解。再过个五六年，我们就会超高龄的社会来临，那现在等于是一个积极的备战期，开门之后能够越办越好，做我们的老人家最好的伙伴，也能够减轻我们照顾者的压力。日照中心的成立更需要众人的协助和照顾，让长者更加有尊严，而且拥有快乐的晚年生活。在这里我们都在做一个社会关怀付出的工作，所以我相信越做越开心，而且越做你的生命越加的充实，因为充实让我们有愉快的心情再跟我们所有的人互动。所以服务现代的老人就是服务未来的自己。未来将串联起在地资源，办理健康促进、低晚失能等等的课程，提供长辈更加多元的服务，让花莲县长照资源布建得更加绵密。台新闻杨爱婷、刘宏志花莲报道。中华的主题之间举办了红地活动，将主题三季地园的地米放入去地瓮啊内面，就亲像是将爱和善保存起来同款，过程要真专心。发起人洪美香讲，这个地瓮啊会当当作是传家之宝，嘛希望主题人唔通忘记哩初发心。红地仪式开始，即将将三季地园的地米倒入地瓮啊内面。百岁之工蔡宽也来参加，非常的细腻，照着顺序将地米放好好，放好甜。烘地的过程要非常的专心。一步一脚印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其实是整个过程都有它的诀窍，而且它可以克服的一些困难。中华之工洪美香是烘地发起人。烘地的过程就亲像将善心和爱心烘起来，会当当作传家之宝。你家己徛在什么身份，你就是做什么代志，对不？你务实踏实在做就对了。烘地上重要的就是讲，每天十年，我们当时的出发心哦，是不是能够再提起，然后再告诉自己，莫忘出发心哦。唔通袂记哩初发心，同心协力。传承组织比赛，台新闻中华报道。以上是台记新闻的部分，继续国际新闻，咱将时间交予明君。好，谢顺文继续来关心国语新闻，我是林明君。先首先来关心的是，台铁有一辆南下列车在高雄凤山火车站停车的时候，疑似没有停到正确的位置。开门之后，列车又往前移动了50公尺，导致四位在门边的旅客跌落月台，四位旅客擦伤自行离开，列车也继续的正常行驶。台铁正在调查意外原因。我们的列车长他开门的时机稍微快了一点，这一块四名乘客跌出车外，这很离谱，对啊，很危险。像我就常常那个搭火车的人啊，我就觉得。这样的问题发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还是会觉得很恐怖啊，怕受伤什么之类的。停车标准程序是列车到站后，列车长下车确认车厢位置，确认后开启全列车车门，车厢到站位置有误，列车长会上车指示司机员微调，再次下车确认才会开启全列车车门，让乘客下车。他应该是先前后确认。停车的位置都正确了，他在开门，所以后来司机员他也，应该是要确认门都关了才能移动车子。这次意外就发生在还未确认车厢位置，全列车门已经开启，所幸四名先下车的旅客伤势不严重，已经自行离去。至于这起意外究竟是人为疏失还是机械问题，有待台铁调查后厘清。大爱新闻学林真瑞平高雄报道。再来关心国际消息，德国东部有一处矿场爆炸，35个人受困地下700公尺深的地方，还好最后全部获救，只有2个人受伤。Wir wurden zunächst kurz nach Neuen angerufen, dass es hier zu einem Unglücksfall gekommen ist. Nach dem, was man bisher sagen kann, gab es hier unter Tage eine Verpuffung. Es sind nach derzeitigen Erkenntnisstand keine lebensbedrohlichen Verletzungen. Die beiden Männer hat man in ein Krankenhaus gebracht. 事发地点在德国东部哈雷市郊区，一座碳酸钾的矿场。
爆炸后，矿工先移到安全的区域避难，救难人员紧急供给氧气，最后救出全部的人员。目前还不清楚爆炸的原因。澳洲东部爆发了上百起的野火，蔓延迅速，甚至烧到了高速公路，阻断居民的逃生路线。有17处的火场特别严重，是最高威胁的紧急警报状态。鲜红色的大火舌吞食青绿的大地。澳洲东部两省11月8号爆发100多起野火，其中17起处于紧急警报状态。We've never seen this many fires concurrently at emergency warning alert level。山头大火朝山脚住宅区步步逼近，民众收到紧急警报后得立即撤离。不过大火阻断高速公路部分路段，民众撤离不成，只能就地避难。Yeah, I think it's all sort of a bit out of hand at the moment, a bit out of control. Yeah. 天空仿佛挂上滤镜，一片橘红。在强风、高温和干旱助攻之下，大火蔓延上万公顷，就连外太空也能看到浓烟。Because of the dryness of the fuel and the flammability of the fuel, even the smallest of embers are landing and taking hold, and developing as new fires very quickly.就怕野火烧不尽，政府出动70架灭火机，还有1000多名打火弟兄全力灭火。台新闻周国兴编译。全球暖化导致北极海冰大量消融，根据最新研究指出，海冰减少的现象可能也会导致北极附近的动物暴露在新的致命疾病的环境当中。随着海冰逐渐的溶解，打开穿越水域的道路，让动物和疾病进入这个通道，把不同病毒带到新的地方。这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学者进行的为期15年的研究，报告内容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科学报告期刊。研究指出，从2003年开始，整个北太平洋出现了广泛的海豹温热病毒，在2003年这一年，还有2009年达到了最高峰，而这些高峰年都发生在北极海冰减少之后。柏林围墙倒塌到今天届满30年，我们推出了3集的系列报道。昨天看到盖围墙的原因，还有为何倒塌，今天来看看当时西柏林有一个新闻节目。冒险报道东柏林的时事，传达自由思想，对柏林围墙的倒塌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柏林围墙硬生生地把城市一分为二，两边民众生活从此天壤之别。共产政府费尽心思封锁消息，但有一群人想方设法，就是要让不公不义摊在阳光下。他们是电视节目《Contrast》对比的新闻记者。Ich habe diese Videokameras in den Osten geschickt und dort haben Freunde unter großer Gefahr heimliche Videoaufnahmen gemacht über Missstände in der DDR. 西德的对比新闻团队跨越重重障碍，让真相在镜头下呈现。1988年播出东德城市被放射性废料污染的影像，震惊各界。Ganz schrecklich. Dann waren diese Bilder so nie gesehen. 西德的电视节目是东边民众了解真相的少数管道，宣传自由民主、打破政府谎言，自然也成为东德当局紧盯的对象。对比的记者雅恩来自东德，遭到共产政府驱逐出境，还是坚持为正义发声。At that time, when I came across a situation that I thought was unfair or wrong, I spoke out about it. 散播自由芬芳的不止新闻媒体，还有家喻户晓的摇滚传奇。大卫鲍伊70年代搬到柏林居住，并且发行3张专辑，广受德国人爱戴。1987年6月，鲍伊在西侧柏林围墙边举办为期3天的演唱会。不止西柏林人享受音乐，
羡慕的东柏林民众也能隔墙朝圣。东德当局不甘民众向往西德生活，隔年请来另一位摇滚巨星 Bruce Springsteen 史普林斯丁，吸引至少300,000人到场。不料演唱会进行到一半，他用声色德文向群众表达坚定的信念。Ich bin gekommen, um Rock and Roll zu spielen für Ostberlin. In der Hoffnung, dass eines Tages alle Barrieren abgerissen werden.一年过后，愿望果然成真，柏林围墙倒下，东西边藩篱不在。这一天的到来绝对不能只靠少数人微薄的力量，不过媒体记者冒生命危险传递消息，以及摇滚巨星的声声呼唤，都激起围墙东边对自由民主的向往。What you eat really does trickle down into all aspects of your life. So, once I turned fully vegan, I just felt that everything in my life aligned. I felt that once you stop consuming animals and stop consuming their pain or their hurt or their worry or anxiety, that too left from me. So just eating fruits and vegetables, I feel like I have a higher vibration. It's not just about health either, it's about caring about other animals, other beings, and people around you. So just having that compassion for other people, it really just changes your whole life, and it's probably the best decision I've ever made.屠妖节是印度民众的重要节日，很像华人的过年，代表以光明驱走黑暗，以善良战胜邪恶。此际马来西亚新山智慧的志工举办了发放活动，陪伴印度裔的照顾户一起过节。画上七彩缤纷的古拉姆，唱着淡米尔语的欢迎歌，这一天在新山慈济净慈堂洋溢着浓浓的印度风情。The column which our students put today is called Rangoli column. Rangoli column is means colorful. And then now as things become improving, we put the column to make our life colorful. So the column is very colorful and beautiful. 奉上热茶，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慈济志工如同家人般的诚情陪伴，让照顾户们感动满满。Saya banyak susah, suami saya sakit, cuci masa banyak bagus. Kita datang sini, saya pun happy, anak saya pun happy. 而在百合花园共修处，志工与照顾户们不分你我，跳起传统印度舞，让现场来宾印象深刻。You guys are very open-minded for every people. If there is people who need some help, you just invite them here and then just give some big heart to them. So that's why I just felt so free to join for any celebration belong to Jiji. 迎接传统印度佳节的到来，受益的不只是到访宾客及照顾户，全程担任志工的印度裔志工收获更多。So saya banyak happy. Dia tak ada uang.Tapi dia punya hati ya, mau tolong orang. Orang biasa mesti tak boleh buat. Saya tak boleh buat masa-masa Chen. Tapi saya boleh buat as much as possible. Saya rasa saya boleh tolong sikit-sikit, tapi saya rasa mau tolong lagi banyak pada mereka. Saya kurang dapat duit, tapi saya rasa saya boleh bagi saya punya duit. Thank you. 领过了礼包。陪伴照顾户们勇敢地走出黑暗，迎向光明的未来。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马来西亚新山报道。而马来西亚分会每年也会陪伴印度裔的照顾户欢庆屠妖节，不止发送物资，也传达行善行孝的观念。屠妖节又称万灯节，是印度教以光明驱走黑暗，以善良战胜邪恶的节日。印尼居民会祈祷，会举家团圆欢庆。慈济志工为印尼照顾户举办活动，透过贵阳图演绎，唤醒台下观众感念父母恩。今年这一次的那个发放呢，它的主题就是行善行孝不能等哈。然后呢，就是用戏剧的啦哈，因为戏剧的方式触动到很多感悟他们的心理里面，希望就是让他们有所触动，然后有所感动啊，
然后就会呢有所行动，是希望说鼓励的方式啊，让更多的照顾户啊可以出来行善行孝。奉茶不再是中华文化的专利，而是孝道传承，不分种族，不分你我。Mak saya banyak tolong sama saya. Anak saya tak sihat, saya pergi mana, dekat rumah ke, kerja tempat kerja mana-mana pun dia yang jaga anak. Lepas tu datang rumah pun saya pergi hospital ke, saya tak sihat pun dia jaga saya, ada jaga anak saya. Lepas tu mak saya banyak-banyak tolong sama saya. 照顾户帕玛纳登六年来接受慈济补助，互动中感受志工的付出无所求。Yes, almost six years, I think. City is helping me all the while by giving me aid and everything. People of all lives are coming to help. So these people, this city helped me so much. So what do I have to repay back? Or I don't know. I see them really work hard for the people, you know. Poor people, you know. City is doing a very good job. So I think it's no, I don't mind, you know. Although I have no time, I still I like to sacrifice my time, you know. For city, like this. What I can help.温馨相聚，共同感受佳节气氛，让照顾户过个心灵富足的土妖节。台新闻马来西亚报道。学中文也学人文，慈济加拿大北多伦多的人文学校举办了亲子活动，也让家长了解孩子的上课情形。角色扮演无设限，人文学校办活动，小朋友自由发想。这天其实也是各年级的亲师交流会，让家长更清楚孩子在校的学习。写笔顺，我还是会跟着他们笔顺。我知道这里小朋友把中文当成图画来画，就是看的，有时候从下面写到上面来。对，他填个孔的时候，他就画。对对对，他就连一个框。简单的同学呢，可能就写几月几日星期几，天气怎么样？你这个礼拜上的最有趣的一。发生的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分析什么人、什么事、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还有一个理由可以加上你的一个心得感想。那这些东西呢，都要真的要依赖各位家长的帮忙。所以我们说学中文好像是家长在学中文一样，你的孩子有两个，你就学了，他们学两次，你不要跟着学两次 ，OK？ 在海外学中文是趋势。华裔孩子更是如此，人文学校从说好话、学中文、学做人。台新闻资深美志工梁延康、詹月群、林提，加拿大报道。真言上人展开全台行脚，周天来到台北。出门前，上人持续在静思晨语讲述《法华经》，圆满第二十常不清菩萨品。上人说，发挥人生价值就是发心。而法要用心体悟，有善知识的引领，要好好的受持感恩，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为着要出门，我家己也真努力。过去讲，我是用力讲话哦，长。经过一天下来，我就讲，我是抽力的讲话，但愿抽力啦，走出去，是不是呢？安尼会当一路。أفعل خير أكثر وأكثر وأن أحمل هذه المسؤولية وهذه العضوية والشهادة التي ستمنح لي أعتبرها مسؤولية كما تقول السيد الماستر جينيان وأمانة عندما الله أكرمني بمعرفتك يعني دعائي أن أكون في خدمة هؤلاء الضعفاء يعني المساكين المحتاجين يعني.
来入佛门，好好的听闻佛法，听够不够？哎，真实精进，体用佛法，安尼呢，才会当渐发起。所以咱来，我紧发水，这块米啊，一定呢会滋润。هذه المدرسة هي كل حياتي، هي حياتي يعني أريد أن أقدم روحي عيوني لهذه المدرسة، لأنها يعني هي إحياء للموتى. 人生本善，益又何益啊？有这个善缘，互相来分析，这互相相劝，勉励。伊来听正法，积善苦福，这个善呐、啊，会当顶顶福福，传善法，这是好法啦。In Haiti, not only in the slum, we need poor people who are able to help poor people.I see me in Master, and I would like to follow her, to help her to change the world.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n our hearts. To be a person, the truth of the world is this road we have to go through, this road we have to go through.《法华经》这条路跑过来，门甲开开开，入来就是宝座啦。很多地方有垃圾危机，可能是垃圾太多无法处理，或是民众拒绝盖垃圾场。不过，在日本德岛县的上山町却没有垃圾场，只有资源回收场。因为居民把垃圾分类为48种，八成的垃圾可以回收再利用，而剩余的20%做燃料棒给温泉饭店业者使用。大爱新闻旗舰专题《真实之道》，我们介绍过这里，我们推出零废弃奇迹的专题，再带您深入了解。位于德岛的上神町，从2003年就开始 Zero Waste 的计划。从一开始的垃圾分12种，进阶到现在的48种，村公所还得出一本册子，才能细细讲述垃圾要如何分类。其实我们说到上神町的一个回收，很多人都会认为它非常龟毛，可以从哪里看得出来呢？像这边就是墨水家的回收，可以，它还要分厂牌，你看 Epson、Canon 还有其他厂牌。村庄山路狭长，村里平均年龄超过65岁，对于年长不方便将回收物拿去回收的村民，町公所会有志工会到府协助运输。7年前ぐらい。ぐらいに、まあ、職員とかね、いろんな人が勉強会をして、町の課題をどうしていくかって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考えて、こう勝浦川っていう川が流れてますけども、そこの最上流部であると。最上流部で、まあ言ったら環境を悪くしないと、環境を守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のが大切なこと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ことでスタートしたと。因为珍惜祖先留下来的山林，村民几乎都很认同垃圾分类的计划。目前达到80%垃圾回收再利用，无法利用的20%会做成燃料棒，让附近的温泉区当作温泉加温的材料。渐进式的回收分类，自然地融入当地居民的生活里。我手上的这一条啊，就是一条鲤鱼，
这个是日本他们在5月5号的时候有一个庆祝男孩子的节日，那他们每到这个节日的时候，那个家长就会把这个鲤鱼啊挂在他们的门前，那他的意思就是希望说小朋友可以平安长大之外，就可以有一个鱼跃龙门的意思。不过他们大概就是挂到10岁左右，他们就不会再挂了，那这些东西呢就会被丢弃。那可是像这个村庄人，他们就会收集这个鲤鱼鳍啊，然后把它做成衣服。像这个就是鲤鱼鳍做成的衣服，那它可以防风，而且是这个店里面卖的很好的一个商品。这里是村里的二手工作坊，回收回来可利用的资源都会在这里重新开启它下一次的生命。これなんですけど、あの。いらなくもう古くお客様に使えなくなったタオルを中文字を中に隠して雑巾にして、ここにあの鯉のぼり今作っているようなのできた歯切れ端っこでフォルムを捨てるようなところをここに鯉のぼり使ってあの入れました。そしたらまあ可愛いっていうあの評判で、雑巾にする前にさっきあのなんてテーブル拭いたりするに使って汚れてきたらもう雑巾にっていうような、まああの比較的お値段も安いので結構売れてます。墙上满满的都是从村民家里回收来的纽扣，而回收的鲤鱼鳍和和服成了雨衣、包包和领带。村民也可以随时将材料拿回家，做成的成品就可以拿来这里贩售，贩售的部分收入继续维持这间工坊的运作。金白色的阳光透过墙上的窗户洒进来，仔细看这整面墙是不是很别致。这是一面由村里废弃的窗户拼成的墙壁，这间餐厅的老板就是依循的村里零废弃的精神打造了这间餐厅。私は2011年にこの町に来ました。もともとは徳島市の出身なんですけども、前上勝町の笠松さんからお声掛けいただいてこの町へ来ることになったんですが、やはりこの町のゼロウェイストの取り組みにものすごく共感をして、でこの町のまあのために何かできないかって考えて、まあこの店をオープンしました。我们身下坐的椅子、使用的餐盘全都是二手回收物。时间酝酿的古朴韵味反倒成了这间餐厅的特色。端上来的食物连根茎都还留着，可食用的部分尽量保留，厨余就拿到后院堆肥。上圣町居民每一位都会堆肥，这是在我们台湾很少见的情景。爱惜物命在这个村落里不是口号，是他们长久以来一贯的生活方式。持続可能というか、自然の中で生きてるっていうのを山の人は知ってるから、それは大事にする。取りすぎたらもうなくなるっていうのはみんな知ってるから、それはない。山林里的资源是山神赋予的，只取需要的，绝对不贪心。也因为这样，山林回馈给村民的就是别处怎么也比不上的家园美景。浙江省举办了机器人格斗赛，新闻就带您一起来看看。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大爱全球新闻，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再会。